大家好，我是来言，欢迎收看来言解说三国杀股。没有国战了，国战没有，我们就把以前有杀友提供的身份局的视频咱们录一期吧。我们第一盘九区，化学功夫有负，九区化学功夫有负这个玩家提供的，这个军八自由场，八自由场。听贫道微妙者，成以其可以转危为安，杀身成仁，无分还恩。先选左慈，这里如果西之才和曹丕，尤其是西之才如果是忠诚化曹丕，可能就比较难杀了。那曹仁是比较偏忠，骑虎伤敌，保我无虑。确实曹仁比较冲动者偏忠，然后。王新章不要那么远，那么远应该很未雨绸缪，有此一计。结果西之才还真很多次就真的难杀了。希望东方没什么讨厌的，但是我没看明白为什么张飞你作为一个反贼啊，会放蓝蛮，然后陆逊再放一个蓝蛮，我不知道有几个人能扛得住啊，尤其是闪血脆皮啊，我们手上三个蓝蛮。放下去，这得放几个蓝蛮了，然后曹丕放一个叫一轮了，然后我相当于咱们可以放六轮蓝蛮，谁能扛住啊？我不相信谁能够扛住啊！啊，冰柱就冰柱吧，反正当然我们量化怎么都不重要，英雄啊。一个剑出啊，剑出咱们四个 A 只管放蓝蛮，不要放万剑，放蓝蛮就够了，不要管他们是什么身份，你只管放蓝蛮。西之才添多一个桃，一瞅瞅又一个桃，这一点游戏感都没有，这怪谁啊？有人喜欢放蓝蛮，那你们喜欢放蓝蛮，我们就看你玩玩，看谁玩得过谁。还拆了过河，拆一直拆，张翼有桃，不要跟他客气啊！然后曹仁就反贼，反贼的话还有个忠臣呢，浪费了，厉害张飞，我也说奇怪，我还谁？原来是张飞，张飞你放什么？张飞放蛮这个事是肯定可以理解的，有桃我赶紧拆了他。我要给他机会啊，还有个酒，还有其实就那我们直接酒杀，杀不杀都无关紧要呢，田鲁接着杀，我们直接杀光哦，彻底的然后就完了。这曹丕有好几不行，我都没看明白，有桃怎么不就西之才呢？杀呀！咱们连鲁为什么杀着杀？听贫道微妙者，成以其可以转危为安，救亡不杀吗？不存在，我觉得。他也不用了，咱们直接进个手牌，他就结束了。这么多蓝蛮反倒是好了，怎么累接仅仅是半功，很少千军啊，说的人都，但是曹丕不就西之才，这西之才我是没法理解的，西之才本来就是忠臣，你救他是百利无一害的，你救了他自己啊，救了你能够扛住啊，怎么这什么化身克己吗？于禁和吕蒙，那只能用吕蒙克己，这于禁改来改去都没改出一朵花出来，然后还乐了一下身份，跳一下身份吧。原位貂蝉，其实作为原位的貂蝉来讲，我觉得身份没必要去顺他。
太远位，他打也打不到你、啊。这群貂蝉，但如果选离间的貂蝉，你更加不能去弄了。嗯，独菜放了一个蓝蛮，好像有点偏中的样子。然后曹红是谁都不叫曹红，曹睿，曹睿谁都不敢，就是说曹睿谁都不敢，我比较偏反的。因为不想自己跑太快，但是爷爷说他当真的话，你演技挺惨的，这直接被跳伤给秒了，真是回去。借你手上还刷一个蓝马，还想自己这只能。而其余三个人，其余三个人比较多是啊，这类的应该是你看，嗯，这里也就只能指望另外两个、嗯、另外两个无望代替发了，给黄的打发了，嗯，东吴尚德。再杀一刀，嗯，赶紧胖吧，胖贝哥又胖了一黑桃，简直恶心，指望我们了。嗯，这里咱们，什么身份？陈普暂时派不上。你我推心置腹，岂能相负？其实打来打去的，这么多人打的全部是内奸。无限该无限就无限了，打的都是貂蝉，貂蝉就是内奸。独菜和曹睿不适合当内奸。嗯，咱们用谁？但你用吕蒙的话，有可能什么？让我们嗯，保队友不死，过河拆桥，不要拆手盘了，我赶紧把白银给下了。下了白银只是痛苦一时啊，但是你不下白银痛苦一世，尚能明辨貂蝉应该不会再动了，没人帮你吃菜，这些都赏给妾身好不好吗？结果直接去阴魂的身侧，这不叫阴魂，这叫离魂，生生酒伤别是反正杀不死，我们还有嗯，对，找他还给过河拆桥，还给过河拆桥，你不就是靠别人？你是吗？顶胖，对，嗯，伏笔双至，啊，从刘哲死，要不这不赢了，只能靠啊。必自毙，啊，我们有桃还行。哎，木牛流马，赶紧的拔掉。嗯，木牛流马是好东西。东吴尚德，所以火攻吧，我们反正闹了存，队友可一个不死，再存。我们实在不行，我们再亮神谱啊！没有好的剑的话，我怎么再亮呢？我们大不了再练陈普，都很一般这将，当然我们可以把桃给出去，然后拼点把它拼了，嗯，这就无限了，一定保证我们的队友能够安全着陆，我们先用陈普吧。你不能把酒不把酒掉，为何就没法？那胖杯哥啊，反正他是要砍的，你胖一下杯哥，他是得不得？得无单行，伏笔双至，当无舍死，不太难。说过河拆桥，回白银没？你看这白银回了一滴血，刷了多少牌呢？九杀，死一个，终于减员了。嗯，
我们不要，我们暂时不要打曹睿啊，曹睿暂时是打不动的。江南重义气，跟东吴尚德一比死，这基本上没他们什么事了。咱们不逃决斗，然后再八千把他压到一起再说啊。剩下我们拼掉，然后落三，有的是有办法可以让保住队友不死啊。一个九，死不了，然后直接看着直接将军若不信，两个有配合，得与去，这看着摸下来，不知然后不。天德，然后死还在补上吧，也就安德摸两排车，顺带给我们都不想。这里谁去吃菜好啊？我觉得我们输的方法就是让康泽去吃菜吧，毕竟我们闹了三个村，就不杀了吧。布置不能吃，去吃菜，布置是属于绝对的核心，只能说看着菜。会看的话，钱桃子吃饱了，不吃菜呢，江南重义实在到了非菜不可的地步。如果你有也我问你，而且他们俩配合人有自然，我为了白发已经多的无就让他们无地自容了。但是不能让布置去吃菜，我觉得是不能够让布置吃菜的，布置强行吃菜就没招了。我们杀吧，这阵他没牌了，没牌我们随便杀了。那布置打得非常溜着，在有绝对机会能赢的情况下吃菜，全太苦了。最主要是给机会给另外那两个人配合太强了，刷牌多，牌多就是力量，你要没牌你就根本就打不出这么多输出。咱们这一盘二六去王祖血牛啊，选嵇康其实最出名的我就只知道广陵散，其余的不甚了解。我们选忠诚，选这种不动白其实很无力啊。王片敢杀我们吗？不敢。连换两个装备，我们暂时不跳身份。把我们给冰了，是不是看穿了什么手洗曹杰？这现在好多花里秦大义之举，具有张鲁当时难施拳脚。孙浩的话，孙浩是主攻蚕食啊，抽海啊，闺蜜啊。攻尚不如守，我操！我以受伤的角色，然后本回合使用正牌锦囊牌是气张。我此番之礼，以古往今来更不便。这里只有一个武将，也就是说最多摸一张，所以其实是碰没什么发挥的。这损耗没必要，这明的可以拆。你铁锁连环，这橘色你还真敢。橘色这个就不看了，这草鞋这主要是啊，趁着他排的时候敢。手洗当你成为杀的目标时，你可以声明一种牌，然后除非使用者弃置一张你声明的牌并获得你一张牌，否则此杀无效。也就是不失行善，每一种牌是道义之本，这至少有好多
十二骑车，也就是十二张锦囊，再包括闪电乐物之锁，嗯，杀闪逃，这我们就，反正普通的杀是比较难杀得动，他的防御比较高，嗯。张鲁，张鲁，异色布斯啊，米道，这个就不讲了，这个比较不算新武将了。秦密，剑真，专怼天变。当然，如果你玩身份局玩的多的话，他们的这个技能，我估计你们也不要我过多介绍了。想我东吴德王当年何等威风，也被我的未尽之业处处受制于人，难施拳脚。我们根本就不管严白虎的死活呢。严白虎是比较偏累的吧，江东真的有我命系袁氏，一心向北。剑真，其他不用，他指定除你以外的目标是若你在其攻击范围内，你可以将一张手牌置于排队点，取消所有目标。若此杀不为黑杀，你成为目标。也就是黑杀，也就是红杀。除黑杀之外的，比如说丈八，颜色的，那也不啊，他要为目标。这是一个无理之徒，三之理我亦以无理待之，不变专怼。你使用杀指定目标后可以与其拼势，需缓是拼点，欲速若你不能响应此杀，咱们自己收人头，这在干啥？我不行，不认为我们吃能。咱们清闲，当你受到伤害或恢复体力后，你可以令伤害来源执行一项，一定失去一点体力，然后随即使用一张装备牌恢复一点体力，然后弃置一张装备牌，然后火攻自己先掉血，先也回血，不损耗跟着咱们回血。绝响咱们就不介绍吧，绝响清和弦柔弦烈弦，这个只等下一个获得者看到之后才有，我们这看不到。伤害来源我们火攻自己，其实是火攻自己掉血，不失行善不行，可以自信一下。受到伤害，失去一点体力，然后随即装一张装备牌，恢复一点。你有你的权谋，装备牌，我自有我的道理。这没有，一般情况，这种不动牌，我们尽量不去弄他，你就找他的队友，最后就剩他一个光杆司令。行大义之举，须有下道之心。然后发到常识，发到常识的话，至少可以保证自己每回合多摸几张。兼济天下，解百姓之忧。的用米道，剩下的话，这两个人属于强弩之末吧，主要是这两个防御太高呢，这换会儿打不下来，我们实在不行，就吃桃子的办法，让他们去钓鱼吧。吾事于此喜，共存亡。在干啥？我们到现在难道还没发现还有一个忠臣一直说技能，没还有一个忠臣藏哪里呢？雷劈劈死劈死举手，这里张鲁是可以改判的。你有你的权谋，然后既然改判这面给他中了，反贼不可能给咱们改，但是我们前面为什么具有向道之天下，等完之后下回合剩下雷劈呢，妥妥的按雷劈，结果他
回了一些，回了一些的话，我跟自己，我们去弄。命系元氏，一心向北。我们这个是属于体力流失，不是。执行一下去。当白蚁，我他角色这个可以用，让一米失去一点体力。势虚缓图，有缓至急，不打也。如果举哨的话，你这回合再搞不出什么大动作，势虚缓打我们吗？欲速打别人，你搞。开个南蛮，开个南蛮的话。打不到谁，然后给张鲁，自有我的道义。给张鲁换一下牌吧，他可以把米道重新用。你还觉得我你不怕他？怕那个八卦，怕那个八卦让他抵掉白银回了一些。这乐不是属乐，其实乐是属应该去乐长鲁的。真死了，真死的话，我估计草地可以打枪了。我们给队友讲，勿施行善，乃道义之本。来吧，反正只要队友给弄了，这自有我的道义。超级下血下的很快的，你说会半天打死掉他一滴血，结果我们这的一个一平死的时候，我们失去一点体力的时候，我们掉一血的时候可以让他失去一点体力，然后我们吃个桃回血，一个桃相当于打掉他两血。反正玩起来是、看别人玩是挺爽的，但是其实上我觉得是很白的，很白板。有一个桃就不刷手机卡吧，只要咱们能扛过别人先死，就不会成为炮灰，因为我们会团灭。先立誓言，粮食称上。这没啥用了，这些偏装备应该是，如果云是装就很好打。感觉到了新的魂魄，感觉咱们倒是先也扛不住了。漫无畏惧，弓箭手，手啊！准备放箭。这点小事难不倒我。你撑个头，还敢射？这还敢射的话，只能说袁尚有桃。我逃了，我们自己长了一点体力还行。有没逃？就此一波呢？这怪不了左慈啊。荀彧是内奸吧？因为我们是忠，还有个左慈忠诚已经挂了。弓箭手，准备放箭。来吧，我们再找一点体力，曹冲还是救一下。我估计这点小事难不倒我。赶紧的无限，过个彩桥再射一对吗？射不了。难道一切不在朕手中？赶紧杀，该出杀就出杀，要不然我们也扛不住了。孙浩的话，反正也是上狂了，完蛋了，我们要立马觉醒了。荀彧扛不住，我们就要觉醒了。就，荀彧这个内奸真给力。过河拆桥，终于死了吗？死了我，死的话就啊，虽远必有道之师。伐无道之徒，真的邓艾，咱这邓艾一血的话，铁锁我们直接杀死太曹海。树敌三千，结果又如何？东吴援兵为何还不到？则不为是。当见其功，出其不意。你假呀，你是那什么？出其不意，赶紧解了，还是顺手牌也行吧，但是我觉得是。
他不闪你个 C 队吧？那不是 C 队为什么？众人与蝼蚁何异？这挂了，我就不相信你这么能挂，那我把我们置于何处？万事之不做成，则不威。啥？他草丛啊，管你孙浩呢？我们先杀曹冲，不要先管孙浩了。你杀不死曹冲，就然后再投海一下。灭亡了，确实让你灭亡了。我们一会儿。也有道之师，伐无道之徒。你爽的，我们这我看到我们好像获了两个战功，一个横扫千军。反正他们当然这里只能说大嘴太强了。最后一盘的话，我们成了炮灰啊。到底是诸葛诞还是曹睿？曹操奸雄，吴老奸雄。无英雄者，胸怀大志。富有良谋，这里一康子敢给孙策，孙策不怕你掉一血，回了一血之后，然后把孙路给抵掉了。高山闲波心，反正废话一大堆，我们就这么挂了，这真没招。悔不该耽于逸乐，只有今日。闪没闪，挺悲剧的。谐音之妙，尽在无心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先开桃源，后放万箭，再放南蛮，有乐不思蜀没有？胸怀大志。你也没想没乐不思蜀，就是一看的，在方天山上帅的一逼啊！那刘表反正也是就这样了，自己玩嗨就行啊。貂蝉肯定是忠臣，你在孙策局，你选个离间蝉，那不就是给自己在年轻闲波心大势已去，无力回天，真都成了炮灰。刘表居然是内奸，谁能扛得住？你死不了，你就这么死了？简直愧对党和人民啊！九杀，不要去多此一举的去，你这直接灭族，这把游戏就完了。大胆逆贼，谁可擒之？这玩 L O E 挺爽的，其他的效率太低了。这玩 L O E 效率很高，六分钟就结束了。咱们那一盘放六个蓝蛮，一个望剑也很快。然后咱们的视频就录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